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时传遍天人心，三界梦境有味觉，此地众生好消息。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所有贤士同修，我们合掌共念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人生的路径就是来体验生死。当我们升起了信心，就会死掉烦恼；当我们升起烦恼的因，一定会死掉幸福。这即是生死之学。所以人的一生到死这段时间，时时刻刻都在生死生死生死死生死生生死，而不是那么肤浅的最后啊死了三寸七断了，要怎么样做才能庄严呢？啊，这个就很难讲了啦。我讲一个实例啊，我们早期同修第一届的弟子黄天文同修啊，他经营礼仪社啊，有一天呢啊，看到一位道士帽子盖着看不到眼睛啊，矮矮的，那奇怪呀、啊、原来这个啊道士呢怎么没有看到这位道士了 这个道士呛下来啊，怎么没有看到啊，他就在静静看看是谁啊，那个请谁啊，请谁免惊免惊，西宫枪啊叫我来。那个西宫枪啊哦，他那天有跪了托嘛，所以叫一些抬棺材的啊，这位菩萨的啊，代替道袍哦，那个穿着啊这薄底的呢，天天啊免惊，反正上家也不认识嘛，说前前前前没惊没惊，说不要怕不要怕了，塞公枪啊，就到四仓啊，塞公枪啊，叫我来了，啊，叫一来，哦，我轻轻轻轻跟他念，不是念咒文哦，我跟他念这个，免惊免惊，塞公枪啊，叫我来，叫上家公出来打，也没有说话，啊，打的嘛不有讲啊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很趣味哦。哦，所以死了那一刹那怎么处理都不知道了，但是最重要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们一定要修行，要学道，要念佛啊，这是安自己的心和灵啊，安我们祖先的心和灵，这是最重要的啦。所以我们维新圣教虽然是新兴宗教，
但是呢，世界上呢，凡是有利益大众的解脱之道，啊，我们一并融合，融为一炉，做安心的法门，然后来回馈，来供养各界朋友，回向十方法界，那即是叫做布施，布施。所以布施的功德，在本维心圣教，所有贤士同修，你们每天都在做布施。有人问我说：“哎呀，本人师父啊，你要培养那么多的地理风水师哦？”对呀，那有什么不对？我们的地理风水师是看自己的家，保护自己，立于不败之地，不要拖累别人，即是功德嘛。然后再帮助他人，功德再功德吧。所以一些学术界、文化界的，原来对于我积极的讲易经与风水，都很感冒。我讲过了之后才哇，原来他们所想的思想念就那么狭隘。我们用如来的心，心是你我之间的空间，心是我跟太阳系九大行星之间的空间，你也一样，大家都一样，保持的这个空间都叫做心嘛，何必在那边哎呀，你这学地理学易经的怎么样？废话，没有智慧。所以当我讲过之后啊，有的人就顿悟了啦。那我就为他人解惑，这个即是布施耶，法布施。那么同学们，你们用易经风水学来了解自己的家啊，风水不对了，你把它调走了，调好了啊，接着小孩子头脑清醒了啊，那小孩子读书好了以后，在社会上你知道他多大的成就，哎，这就布施嘛。不要看了狭隘，哎呦，你今天是拿多少钱来布施，我要拿多少钱来布施，不是完全的布施。最好的布施就是法布施。所以在去年阿弥陀佛圣诞，我一直讲五路财神经，那赞叹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，你们都是五路财神的化身呢。因为从自己来保护自己的事业，立于不败之地，就不会拖累亲朋好友嘛。那么有缘的你们亲朋好友，随顺因缘帮他一个忙，啊，会影响到他家庭平安、事业平安的那个障碍，啊，门不对了，或是机器不对了，神安错了，啊，路开错了，啊，那里面的结构错了，你把它随顺把它调整好了，哎，他的事业成功了，那后面他养多少的员工？所以你的布施，这个财的布施胜过我当时拿多少钱给你的布施还大。啊，你听不？你是五路财神的化身，免客气啦，慢排水啦，啊！所以我们是养贤蓄财嘛，啊，养贤蓄财，这供养贤人，养贤。
啊，这就是五路财神。每一位，你来读易经大学的，都是五路财神的化身，啊，五路财神的化身，化身以圣身。所以你要找到这个法门，要有福，要有缘呐、啊。这个即是布施的最高境界。而一个修行人，不是说我要拿什么钱去给众生，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，这样还不够。啊，所以有很多人说，奇怪，你们的法门怎么没有在像一般的社会在做什么救济，有什么大救济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门救济，时时刻刻都在做救济，而预防被救济的，就有如我们台湾很多贫困的乡亲同胞，我要我们的贤士同修用风水学的方法，房子错了该改就改啊，原来是需要被救济的，现在不要被救济啊。有如台湾很多人房子化为了尘，嘴从这边出来，啊，这边加，卡成板，这是平嘛？这平字啊，平的无啥难在。虽然很多家庭，安尼咧，我叫我们同修把这个改掉，改到这边来，这样来。贫就没有了嘛，这个就是富了嘛，就富了，阿弥陀佛嘛，那是不是财布施？啊，我们好多信徒家庭像安尼，处安尼呢，真未平安。啊，改这个改最省的钱改了，以后就不要被救济。反而回来他会去救济他的出名他为他的朋友，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我们所修的是要修智慧啊，修布施，用法来布施胜过满三千大千世界啊。像这种房子住了家里很不平安，财守不住，这边出那边屁股出去，财守不住，守不住心就慌，头脑就乱了。你改过来了，四平八稳，四平八稳之后，哈哈，孩子有智慧了，啊，孩子有智慧，他就会找到好工作。啊，又能够创业，以后换这个家庭来养很多的员工，这样这个是社会公益，哎呀，这持续性的，所以永恒性的布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我们唯愿我们唯心贤士同修。啊，将你们所学的，将你们所修的易经风水和宗教的啊，做智慧的修好学好，当下自己当家里的五路财神，
所以我们五路财神经也都讲完毕了，书整整的有五本，五路财神经啊，可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持诵啊，然后用在生活上，那不是最好的布施吗？所以台中道场、中广，尤其中广道场，延然法师啊，花了一个大愿啊。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，我跟延然法师说，看到那一些地球各国的烟灰染动啊，被农药杀死了，他们是永无复生，沉沦在黑暗的地狱里面，好可怜哦。延然法师呢，圣国说，那师父，我发愿要来超度他们，好不好？我好啊。啊，回去第二天就开始生病，啊，生病了没有力量，哦，那怎么办？我说，你呀，发了愿要有法来为他们超度，所以我就开了如何超度烟灰软动诸灵的法，啊，来超度地球上的烟灰软动诸灵。啊，回顾在七年前，啊，他也因为烟灰软动来找他，把身体弄得走路也寸步难行。后来我才说，你要怎么修法来回向给烟灰软动诸灵，身体好起来了。结果那一年和第二年农药量减了25%，在台湾呢，啊，烟灰软动啊，这些诸灵啊，对农作物的啊这个损害呢，少了25%的农药量，证明农业生产就比较顺了。这个也是法布施哎。啊，现在老祖开设了中港道场的天命，要肩负着地球各国烟灰软动诸灵，仰仗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，他的48愿本愿，啊，能够超度。啊，说依法而修，依教奉行，延然法师一直努力的在做，这也是布施，法布施，无畏布施，他不怕辛苦啊，不怕那一些烟灰软动把他的脚都拉的都软下来了啊。当他今天有送了这个祭文的时候，两只脚就有力。而若是说，哎呀，今天休困这里好了，你休息一下，脚就软下来，你也走不到哪里去啊。这个不是威胁，而是真实的。所以烟灰软动诸灵的是超度，王禅老祖传了这么好的话，所以王禅老祖，我们在端午节啊，尊奉为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。世界和平的消灾化解大天尊，何等的庄严呐，功德天呐！啊，那么各位同修，你们一起诵那么多的经，一起来供养，
以这个金宝啊来求王禅老祖来回向，你们也是消灾化解大天尊的分身呢。哦，所以这都是布施啊，布施布施。在去年一波拉病毒，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啊，规定要全部送1000万部的天德经，结果在5月10日，大家把天德经交回来1007万部的时候，啊，伊波拉病毒啊的危机宣布解除了，这也是各位的布施哎，布施你们的爱，布施你们的心啊。然后到丙申年，世界的饥饿与战争的消灾化解，要各位送1250万部的天德经，结果我们送了1389万部的天德经。世界的叙利亚战争在今年的2月22日解除了，我相信未来迈向和平是没有问题的啦。啊，所以这都是布施啊，啊，布施的内涵，布施的功德，不是用随便讲一讲，必须要有行动。没有行动的布施，那只是空口说白话。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是一个行的法门。那么我们要到达世界之饥饿与战争的消灾化解的圆满的波罗蜜啊，我们依教奉行，大家同心同德啊，送了1389万部的天德经，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第一道六道群灵，回向给天魔劫煞啊，大家都能够同登极乐净土，不要再到地球上在这里恩怨情仇劫煞不断。这即是我们维新圣教大家修六波罗蜜的忍辱此戒和布施啊。好，唯愿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啊，坚持我们的信心，一以贯之。我相信每个人的家庭的和谐，家庭的和平，到达社会的和平，世界的和平，绝对是能够满我们大家的众愿啊。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这一节啊，第一波罗蜜啊，非波罗蜜的真实义啊，和各位讲解到这里，祝福各位。